今天首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3:00课开始，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在等更多的同学加入我们的时候，我在这里给大家播放几个小小的短片。那今天下午这个时间呢，是给大家做一个德比大学，英国德比大学学术报告会，所以我在这个活动开始之前给大家分享几个英国德比郡和德比市的风光。 的小短片。You can reach me by railway. You can reach me by.
University of Derby because it's so easy to connect with people and it's so easy to get the support, to get the opportunities, and all you have to do is just want. When you live in your home, you live in your parents, you really can learn how to face the world, and you really need to learn how to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becoming more strong. There's a team of professionals here who will welcome you, they will make you feel like you are in second home. So don't worry, just pack your bags and make a decision and you will enjoy it.今天我们非常有幸来学习英国德比大学的理查德教授，来给我们做关于英国大数据工程信息领域的机遇与发展。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理查德教授。理查德教授呢是德比大学数据研究员、数理数据治理一个分析高级讲师。 理查德教授呢，在劳斯莱斯公司名誉航空领域有着30多年的工作经验，主要从事数据分析与建模。在2002年，理查德加入了德比大学，他是德比大学数据分析课程发展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德比大学电子计算机数学学院的数据治理领域起着主导作用。 在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的教学中应用了数据治理的原则。每年，他的毕业学年的学生在做毕业课程时，都会研究和评估最新前沿技术对数据治理原则的影响。在2014至2018年度，他的研究项目的学生研究了基于 GPS 的位置服务精度。目前， 正在结合微软中国收集的数据，研究如何识别位置信息错误的点的算法。在2018年，他的研究并评估了区块链应用，并对区块链呢作为一种商业解决方案的适用做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结论。另外和那个理查德教授呢同来同行一起来的呢，还有我们的 德比大学东亚区的负责人王岩老师，德比大学中国北方区域代表张萌，沈阳韩琦教育副总经理赵欢，我们非常隆重的 请出我们的理查德教授，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做讲座。大家好，我是德比大学国际办公室亚太地区招生负责人，我叫王岩，大家可以叫我 Yula。 在这个我们理查德教授开始给大家做这个讲座之前呢，我需要花1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就职的德比大学和英国的一个基本情况。那首先在我开始讲座之前，我要麻烦大家站起来，大家全部站起来，大家看一下谁是站到最后的一位哈，我们来 看看谁是站到最后的一位。那我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你要诚实。如果你不知道答案，你就坐下去。然后我们看看谁是我们站到最后的佼佼者。我们从最简单的问题开始，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坐下来。第一个问题，英国的全称是什么？ 哇，好厉害！哇，这么多人坐下来哈，这个是非淘汰性问题。好的，好的，至少我5个校友是站着的。
简单，很简单。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知道。希望这个问题大家还站着。英国的货币叫什么？好，你看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会站着。剩下这个问题，我希望所有的女生要站着。因为我们这个少女啊，有少女心的少女，像我一样年轻的少女一定会知道的。上上个礼拜在英国发生了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结婚了，这是谁？凯特王妃。学生送给你们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希望未来能够在德比见到大家。那么今天呢，我要介绍的就是我所就职的大学，叫德比大学。德比大学呢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所大学，它建校于1851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0多岁的历史了。那么德比大学呢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大家应该知道整体的英国教学质量是非常非常的高的。那全世界呢，在这个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前几百名的大学，前1000名的大学里头，多数是来自于英国的高校。那么德比大学呢也是英国一所非常非常优秀的大学，它在最新的一个2019学年的这个卫报排名中获得了英国第29名的殊荣。那么大家知道英国最主要的两大排名，其中之一就是卫报排名，另外一个就是泰晤士报排名，这两个排名都是对于一个大学的综合实力进行的一个评估。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大学综合能力评估里头，德比大学获得了全英国第29名的一个殊荣。同时呢，在去年我们每4年1次的这个英国教学，这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评比之中，德比大学获得了英国的最高级别的教学质量的一个奖项，叫 TAP Gold。 TAP Gold 就是教学质量的金级排名。这一个奖项呢，在全英国只有不到20个大学
获得了此殊荣。那么今天来自于我们学校的这个理查德教授，就是我们大学去年参与这个 TEFGO 评比中优秀教师员工优秀代表之一。那么除此之外呢，德比大学有非常非常多的优势的学科，也在全英国获得了前10的殊荣，比如说我们的商科、管理、酒店、旅游、工程与技术。那么同时呢，大学和非常多的英国的知名企业，还有世界级的知名企业都有很紧密的联系，所以我们学校毕业的同学我们学校还没有毕业的同学就已经找到了非常好的工作了。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英国的一个简图，不知道大家对英国有多少了解。那么这个简图呢其实不是那么的正确，刚才我有问到英国的全称叫什么，那很多同学大声地喊出来了，英国的全称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这个顾名思义，北爱尔兰肯定是英国的一部分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简图里头漏掉了很重要的一个小的岛屿叫北爱尔兰，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不去深究它。这个呢是英国的主岛，英国的本岛。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发挥你们的空间想象能力，发挥你们的这个想象能力，这个岛像不像是一个侧面的龙？那么这个上面呢是龙的头，这个龙的头像是一个尖尖的侧脸，然后这是龙的身体，龙的一个肚子，下面这个小小的是龙的小翅膀，那它是威尔士。那么这是英国的主岛，就是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英国的首都是哪里？伦敦。那么德比离伦敦的距离呢是1.5小时的车程，非常非常方便。德比所在的地理位置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我现在这个红色的激光灯点到的这个地方。大家想想把这个英国的地图对折再对折，德比就是这个英国地图的几何中心点。从德比到英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交通非常的便利，比如说到诺丁汉、到伯明翰、到曼切斯特等等，你们可能曾经听说过的一些主要城市都交通非常非常的便利。那么未来如果在座的各位同学有幸到英国去生活，或者有幸到英国去留学的话呢，一定要记住你们去到的不仅仅是英国，而是欧洲。那么在德比有一个欧洲短途这个机场，可以买到非常便宜的去欧洲的机票，比如说可以去法国的巴黎，去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去这个意大利的罗马、梵蒂冈、米兰，这些你们可能只在书本上或者在电影中听到的一些地名。那么从你们如果未来到了德比以后，就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到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我希望大家未来如果到英国来留学来生活的话呢，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多去走一走，多去看一下，丰富自己的这个人生阅历。那么刚才讲完了英国，讲完了欧洲，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德比。德比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呢是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大家知道工业革命是一件什么事情吗？简单的来说，最简单最简单的来说，它就是一个革命性的事情，它使这个机械代替了人力，变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生产力。所以说在英国曾经呢，德比是第一个由这个机械生产代替人力生产为主要经济生产力的城市。那么世界上全世界第一个工厂就在德比。那么德比因为有这样悠久的这个工业革命的渊源和历史，它今天依然和英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些知名企业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那么德比这个地区的经济也是非常非常好。德比本身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但它周边也是有非常多这个典型的英国英格兰的田园风光。
那么我们学校呢，学科也包含的非常多。今天给大家，因为在座的学生是不是大部分是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同学，对吧？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大数据啊，叫 Big Data 啊。Big Data 呢，也是英国以及中国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那么它所涉及到的、所应用到的行业非常的广泛，几乎是影响到了我们生活。从你早上一睁眼到你晚上睡觉，你所接触到的所有的设备、你的交通工具都是跟大数据息息相关的。那么今天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的同事Richard Self， 给大家来做这样子一个关于大数据的介绍。那么这个讲座的过程中呢，我会给大家简短的去翻译。但是由于我并不是大数据或者是计算机科学这个学科出身的，所以我的翻译可能不一定准确，希望大家也要竖起自己的耳朵去尽量的去理解，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欢迎Rick。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o many of you turning up to listen to me. 太感谢大家了，今天下午来了很多的同学。How many of you have heard of big data? 在座的各位同学，有多少人听说过大数据？把手举起来。Excellent.太好了。I don't need to teach you anything. We can go home now. 所以那今天就讲完了。And who understands w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about? 大家有听说过人工智能吗？And which of you could put together a neural network? 在座的各位同学，有谁可以建立一个神经模型？神经网络？ Nobody? No. Okay. Well, only 10,000 people in the world can do it, so don't worry, I can't either. 全世界只有不到10,000个人可以，所以不用担心。So, big data, it comes from everywhere nowadays. It comes from our phones. It comes from trackers like this. I think it's still running, tracking myself as I came from Shenyang. Well, I tried, the train didn't let me do it. 大数据，那么有多种多样的数据收集装置，比如说大家的手机，还有刚才理查德先生拿起来的这个是一个 GPS， 一个地理数据收集装置。我今天从沈阳坐高铁的时候，曾经试图使用这个 GPS 装置来采集我从沈阳一直到秦皇岛的这个火车行进路线，但是由于这个高铁它的这个信号屏蔽，我并没有成功的收集到这样子的数据。But as you can see, it's now lost the GPS signal, so for now it's not going to collect any data, but that will be helpful. So lots of sources, devices that capture data like GPS or Fitbits.Things that measure your health, perhaps. That captures data when you're buying things.
That's the UK version, but you have Weibo that captures lots of information about what you're doing and share information with your friends here in China. And then we have things, big systems like SAP that capture data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an institution, in an organization. 那么有各种各样子的数据，原始数据采集装置，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GPS， 这个地理位置数据采集装置， 还有这个Fitbit， 是一个像苹果手腕， 运动手环， 这样子收集大家人体机能， 心跳等等， 或者是你的行进位置 的各种各样的数据的一个采集， 或者是超市里头的这个收银机器， 通过扫描扫码来收集大家日常消费的一个行为。那么还有就是社交媒体，比如说中国的微博、微信这样子的社交媒体也能收集到非常多的大家个人信息。然后除此之外呢，手机，还有就是企业数据管理系统。 比如说在这里提到的就是SAP， 这是一个企业这个管理信息系统。 The latest estimates are that by about another 5 years, there will be 30 billion IoT devices generating data all the time. There's 6 or 7 billion people in the world, 30 billion IoT devices. 那么有研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全世界会有超过300亿不同个数据采集装置，然后形成这个巨大的物联网。全世界呢，现在有60至70亿人口，那未来会有300亿不同的数据采集装置来为这个60至70亿人口。 A typical flight of a big aircraft across the Atlantic, each engine can create 4 terabytes of data in the 5 hours flight. 那么一个大型的这个越洋航空，这个飞机，它的每一个飞机的引擎在5个小时的航线里头会产生4个T的数据。 And just by comparison, that creates 72,000 points in a day. 那么做一个比较，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GPS， 一天一整天24小时可以采集7200个数据。 So what else creates IoT data? Well, this chart here shows you all the types of business sector around here, IT and networks. 那这个图呢，就是所有不同各行各业，各个不同的行业，它会采集的，都会涉及到数据采集的，比如说这个信息技术和网络，科技这个行业。 And then we have security and public safety. 还有安防和公共安全这个行业。 And then retail. 零售业。 And transportation. 交通。 And industrial. 工业。 And then health and life science. 健康和生命科学。 Consumer and homes. 消费者和家居。 消费, energy, 能源, and buildings, smart buildings, 建筑和这个, 智能建筑。 So you see, everything that we do in life can be involved in big data from the IoT.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 体会到, 不管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产生数据，都会贡献到这个巨大的物联网。So we have extraordinary amounts of data. What can we do with it? And how can all of you contribute to data science in your future life? It is a fantastic and fascinating area to work in. 所以大家不仅仅
是在你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向这个物联网贡献你们的数据，贡献各种各样子的数据。那么未来大家还可以在数据科学领域对于这个领域的发展进行一些推动和进行一些贡献，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潜力的一个行业，而且是非常令人这个非常有乐趣的一个领域。So everything there. Now I want to take you through eventually some ideas, some areas where you, even as students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s let alone master students, can actually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subject. 那么现在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数据分析的一个基本模型。那么在座的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可以在这个基本模型里头找到你未来可以对于数据科学这个领域所做的贡献。So before we get started on the really exciting thing, let's have a little look back at understandinghow this field of big data analytics actually started. 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分析这个学科的起源。It starts from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because all of big data analytics, AI, machine learning, predictive analytics, neural networks,They are all based on advanced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statistics and advanced mathematics.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They are not magic. 那么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大数据还是神经网络它的起源都是来自于数学和统计学，都是数学和统计学的高端的应用。So how many of you understand statistics? 那么在座的 Hands up. 在座的各位有多少人学过统计学？请举手。统计学。You'll have to do better, my friends. 应该会更多的吧，如果大家是计算机的同学。Okay, we start off at the beginning with the old style of statistics, the descriptive analytics, which answers the question.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e've got lots of numbers. What happened? That is descriptive analytics. Standard deviation, skewness, those sort of things. 那么在数据分析的第一个环节，大家所能够接触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历史数据。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叫做描述性的分析。These ones answer how many and what, but we really need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n business or in science. We need the answer to the next question: why? Why did it happen? Yes, we know what happened, but why? If you are engineers and you have a bridge that fails.You can do the calculations to find out why the bridge broke. 那么在数据分析的第二个环节呢，就是基于我们历史数据的这个描述的基础上，我们要寻找原因来分析诊断分析，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要知道一个数据产生的原因，它成功的原因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So we might have, with the first two lots, we have the answers to what happened, how, and perhaps why. But businesses, scientists, want yet another answer. What might happen, or ideally, what will happen? The future.那么在进行了诊断分析之后的第三个环节呢，就是现在的企业和管理人员希望看到的一个预测性的分析。那基于历史的数据和你的诊断分析的基础上，那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进行一个预测性的一个评估。And then the final question we want to ask is, okay, we know what happened, why it happened,We've got a good idea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in the future. The final question, the one on the right
prescriptive analytics is how do we make the future happen in the way that we would like it to happen? 那么最终呢，我们需要在数据科学的分析技术支持下达到最终的目标，就是我们既然知道历史数据是什么，然后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未来有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希望数据科学能够帮助我们完成的是，如果我们改变数据的一些变量，希望它们能够达到人为我们想达到的结果，这就是操纵性的分析。 So those are the, as we start here, it's fairly easy and it get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as we go along that axis.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横轴X轴的这个从左到右是数据科学的难度是越加增加的。 But the value to people, to businesses, to organizations, to humanity is higher and higher as we go up here. So where we are today, we've done that long time ago. We did that with statistics a long time ago as well. We are making some progress in what is called predictive analytics, and we are just beginning to start on the prescriptive analytics. 那么，在数据科学的这个学科发展史上，我们已经早就攻克了第一个步骤和第二个步骤。那么，我们目前正在第三个步骤，就是这个预测性的分析这一块，进行。 这个学术的推动，那么我们目前是希望更多的能够走向最终的这个第四个环节，能够让数据为人类而服务。So here particularly is where th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re to do some interesting work. 那么这个最终的这个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们目前大数据和数据科学这个学科领域主要的研究方向。So, but all of this, as I said, with maths and science is a foundation. It's a found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machine learning, predictive analytics, neural networks. Maths is the basis. Statistics. Basis. And one of the areas of maths that's most important is understanding matrix algebra.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一些数据科学的发展都是基于数学和统计学，不管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还是这个预测性的分析，或者是神经网络，都是基于基本的数学、统计学、线性规划和数学矩阵。 So those are tools. Now let us have a little look at some of the areas which are right at the leading edge, and we're making some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ome amazing challeng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yet. And we'll start with probably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yet the most difficult area, neural networks. And on the left-hand side of this picture behind me, you can see about 20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neural networks that do things. 那么我接下来会给大家讲一下现在在数据科学这个领域一些面临到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有一些是目前数据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些方向。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是神经网络，以及不同的神经网络的一个模型。在这张图的左边呢，大家可以看到超过20个不同的神经网络矩阵。And basically, you've got experts. Sorry. Each of these colored dots is a neural network node.
那么每一个这个点都是一个神经的一个网络。 And you can see the color coding, the names on the top left. They're just doing things, they're names. But what they are in mathematical terms is matrix algebra. 那么不同的颜色呢，它是代表不同的神经细胞，不同的这个学习细胞。那么在数学里面，它就是一个基础的一个线性代数。 And they contain large numbers of very, very large, many-dimensioned matrices. They are very big. 那么在这个神经网络的模型里头，它可以构建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矩阵。Now, people, the 10,000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have made these nodes understand what they're supposed, each of those different colored nodes is supposed to do. The problem we have is that when they are then connected together in those layers with some feedback, the results become difficult to explain.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研究遇到的挑战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每一个不同的神经元它能够做到什么，但是把它放到一个矩阵里头的时候呢，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很难去预测的。And this is an area where there's a lot of research being undertaken at the moment to try to make it explainable what's happening inside those neural networks. At the moment, they are a black box. You have an input, it does something, and there's an output with no explanation. 那么目前有很多研究学者，他们都在研究这个神经矩阵它的一个学习的过程。目前呢，它依然是一个黑匣子。我们知道有一个学习源或者是一个神经元的一个输入，然后中间得到神经网络的一个数据处理，最终得到了一个结果。但它数据处理的这个过程，对于目前的这个学科领域来说，还是一个黑匣子。 Another problem is that the image recognition neural networks appear to be get confused quite easily. In fact, there are some images where you only change one pixel out of the few 10,000 or 100,000 pixels and it stops working. Just one pixel changed color and the network stops working. 特别是这种图像识别的神经网络，目前是非常不稳定的。那么在很多神经识别的系统里头，哪怕是去改变你所用来识别这个图片的一个像素，改变一个像素，那么最终这个识别的结果就会不同。 So, what I want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time here is showing you some of the areas in big data and analytics where there are challenges that have to be solved fairly soon. But if any of you decide to go into the research in these areas, you will be able to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谈一下数据科学现在这个学科的挑战。那么有一些问题已经是目前这个学者或者是研究人员的一个研究重点。那么希望大家未来如果有在座的同学想走进数据科学这个领域的话呢，你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对这个学科进行一个推动。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big data analytics at all levels through that chain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tics and so on is that we cannot be sure that the data we are using is perfectly accurate, the veracity problem.
那么其中数据科学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才看到那个巨大的那个物联网的一个分布图，那么有这么多个不同的这个数据采集装置，我们现在无法辨别的就是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John Easton of IBM said with this diagram in 2012 that about 80%all the data we have will have a veracity problem. We won't know for sure about the accuracy of 80% of the data that we are using. Not saying it's wrong, but we don't know which data are wrong. 那么 IBM 公司的 John Easton 先生在2012年就曾经说过，现在我们所有的数据采集装置里给我们学科领域提供的80%的数据是无法这个确定它的准确性的。The thing is, just because we have the veracity problem doesn't mean we give up doing analytics. 但是即使我们并不能确定所有数据的准确性，并不代表我们就从此要放弃对于这些数据的处理和分析。It means that we need to understand and characterize the quality of our data before we do the analytics. 这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数据的公平性和数据的准确程度。You see, sometimes the level of accuracy has no impact.On the decision to use or not to use the data, but sometimes it becomes very, very important. 那有的时候数据的准确性对于这个分析的结果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有的时候数据的准确性会对数据分析结果或者是企业的决策起着至关重要的这个影响。So.What I've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4 years with my final year undergraduates has been researching the accuracy of GPS. That's why I showed you that tracker at the very beginning. 那么过去几年我在和我的本科生一起在做的一个很有趣的试验，就是在研究 GPS 这个地理位置采集装置的准确度。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座开始要给大家展示我的 GPS。The left-hand picture here is the movement of my GPS tracker over a period of 24 hours while it's capturing a GPS location reading every second. So there's 72,000 plus points on there. Now, if it was perfectly accurate, it wouldn't have moved around.But because of the physics of GPS, it is only accurate to plus or minus 10 meters at the best of times. And here is showing plus or minus 15, 20, 30 meters. 那么左边的这个图大家看到很多很乱的这个红色的线，它其实就是我做的一个试验。我把 GPS 放在了我的房子里面，然后它通过24小时的时间采集了7200个数据地理位置的点，然后可以看到这些点在地图上就呈现了这样子一个凌乱的这个红色的线路图。如果说这个点它采集的这个地理位置都是准确的话，那么我的 GPS 在24个小时之内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但是实际上24小时这个 GPS 的位置是没有变化的。因为 GPS 的这个装置的这个设计，它的准确性只在正负10米的范围内，而这张图就显示出来这个 GPS 我手里用来做这个试验的 GPS 它的准确度只在正负15到20米之间。 And so the first piece of research I got my students to do was to go and take photos, location tag photos with their smartphones in various places around Derby.
And between them, they collected 2,560 photos and did some work that had never, ever been done before. Their work was unique. They got it published jointly with me at a conference at about 3 years ago. Undergraduates, not masters, not PhD students, but people like many of you. 那么我的另外的一组本科的同学呢跟我一起又做了一些有趣的试验，他们让他们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比如说 iPhone 啊这些智能手机在德比的各个城市的各个地方拍摄这个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照片，那么一共拍摄了2560个不同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照片。 然后这个研究最后和我一起在一个全世界国际性的这个数据分析的一个大会上得到了呈现。那么这些是我的本科生，就像在座的各位一样。And so they found out that unlike the American government's statement of the accuracy of GPS, plus or minus 10 meters, 95% of the time, the real number taken in real-life situations of where our phones actually go, indoors, outdoors, in towns, high-rise areas, is 20 plus or minus 25 meters, 85% of the time. 那么这个试验的结论就是，并不像美国的这个专家得出的结论那样 ，GPS 的 准确度在上下10米的范围之内，然后它的准确度在90%以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试验得出的结论是有悖这个结论的。我们的结论是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这个图片采集和地理位置采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GPS 的准确度在上下20米的范围之内，然后准确率在80%。 It's important because companies are using your smartphone location that it's recording from GPS to target adverts at you. Or at least they are in England.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大型的企业，它会通过你们的智能手机采集你的地理位置。 和你的这个个人信息来向大家推送一些有针对性的广告。So if it's only 25 meters wrong, it doesn't matter. 所以，如果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如果这个 GPS 有上下20米的误差，它并不影响这个广告推送的准确性。The problem is 15% of all adverts in the USA targeted to GPS location. Are more than 100 kilometers in error. 但是问题是在美国有50%以上，就是根据地理位置而推送的广告都是误差在100公里以上。This is irritating to the person who receives that advert. 这就对接收到广告的用户来说是很困扰的。And so we. This is why the work that my students have been doing this last 3 years is getting quite interesting because they are analyzing data about one type of IoT device that no one else is doing. And they like to be doing stuff that no one else is doing, that's valuable. 所以这种研究就是非常有趣，学生们就用这样子物联网里头的一个数据采集装置，就是这个手机来研究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这种研究也是比较前沿的。So this year, I'm using some data from China, captured by Microsoft China about, well, between 2007 and 2012, 17,000 journeys by volunteers around Beijing and other parts of China, tracking every 2 or 5 seconds. 今年呢，我的这个研究是使用到这个微软中国的这个地理位置信息数据，它是由来自于中国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志愿者提供的17,000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行程的信息。So how many of you drive a car? Hands up. 有多少同学开车会开车？举手。And how many of you use your smartphone for navigating? 那有开车的同学有多少会使用你的手机作为 GPS? And use your smartphone for that, not a sat nav, but smartphone. 用手机来进行这个 GPS, yes.And how often w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city with all those tall buildings, does your dot move away from the road? 那么有多少个同学曾经遇到过你们在这个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开车的时候，你的 GPS, 你的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地图，它定位不准。Yeah, right. And this,is what this research that I did the last 6 months is all about, finding out how to identify the points which are really wrong so that we can stop our satellites, our apps, putting us in the wrong place.那么这个研究在过去的六个月之内的这个研究，我们就是在寻找如何能够辨别这个 GPS 的定位不准确，就是如何来辨别它的定位是不准确的，使用这个数据分析的方式。And so what we've discovered here is this really odd signature. Suddenly.You have accelerated faster than any car can accelerate, except for a Formula One racing car. And the next point, it decelerates faster than anything except a Formula One car can decelerate. So it's obviously a wrong point. 那么在这个图上大家可以看到，有第一个段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蓝色的线和一个很长的红色的线，这个是说这个车在这个行驶这个行程记录的过程中记录到了有这么一个点，它车产生了非常快的加速度，然后紧跟着又有一个非常快的一个减速度。那么在正常的民用轿车里头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快的加速度和这么快的减速度的，除非是 F1 的赛车。So there are two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this particular slide. 那么在这一张幻灯片里头，我们要学习到两个重要的点。The first is that the sequence of numbers, latitude, longitude, altitude, date and time, lots of observations, is not just data. Now, you are mostly computer science and IT and informatics, I think. And when you are processing data,The lesson you have to learn is that that data is not just numbers. It's connected to the real world where things actually happen. 那么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也是一个常识，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你们做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知道你们采集到的所有的数据，不管它是精度、纬度、时间、日期还是速度，不管你采集到什么数据，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它是源于真实的生活，它是源于生活的。The second lesson is that the tools we have, those various statistical tools, in this case SAS, Procarima, treat numbers just as numbers. And so the red line on the graph is the procedure's attempt.To tell what the truth might have been, however. 那么大家第二个点要记住的就是你们使用的数据分析的这些工具，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软件，那么在这个试验里头使用到的是这个 SAS Procarima 这个数据分析的软件，它们的功能只是把你们采集到的数据当做一个简单的、单纯的数字来进行分析。It's a moving average concept, so it's reduced the big error here, but it still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cars and people and buses and trains and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the slipping that
steel on steel or rubber on roads does. 所以这些软件是并不知道，就是对车辆行驶的真实情况是并不了解的，它并不知道一个车最大的加速度能达到多少，最大的减速度能达到多少，它的这个轮胎和地面的摩擦的这个阻力有多少等等等等，它是仅仅的对于这个数字进行一个分析。 It also doesn't understand how people and vehicles move. I was drunk. 他也不完全不懂这个人或者是车行进的一个规律。 Last week I was driving down a motorway and I realized, looking at cars in front of me, that they never move more than 3 to 5 centimeters laterally as they're driving. 那么，比如说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前面的车，它不管它只要是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一定不会左右的这个移动超过3到5厘米，就是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不会就是同时正常移动超过3到5厘米。 And if you remember your arithmetic, you'll know that if you're taking a measurement every second, 3 centimeters sideways is 0.03 meters per second squared acceleration, which is much, much less than even the red dotted line there. 那么大家如果每秒钟采集一个地理位置数据的话，如果一秒钟向左或者是向右移动了3到5厘米的话，这个加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Or as I walked around the lake in the center of Shenyang last night, near the big tower in Shenyang. I realized as I was walking, the same applied. I didn't move like that and sideways like that. I just walked straight along the line, maybe 2 or 3 centimeters sideways, 0.02 meters per second squared sideways. So you have to connect your numbers to the real world and make sure that your algorithms are actually or have an understanding built into them of what you are trying to analyze. 那么就像我昨天晚上在沈阳的这个酒店附近散步，我也会发现我自己散步是直线往前走的，而不会就是左右的摇摆。那么如果我的 GPS 这个时候记录我的信息是左右摇摆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就是不符合人的这个 So we've looked at the fact that every source of IoT data is somewhat inaccurate. Every source of every other sort of data is somewhat inaccurate. And that has consequences on our analytics. 所以其实我们所有这个物联网这个巨大的物联网里头的每一个数据采集装置都可能会在真实数据采集上有一定程度的偏差，那么这些偏差有的会给我们的企业决策带来很重大的后果。So we have data problems and we have algorithmic problems. 所以我们有这个数据源的这个问题，也有计算方法的问题。 But then we have human problems. That's us, all of us. 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人的问题，人为的一些问题。 And this is a classic problem in businesses, in all organizations. Only people, us, kind of understand what IT can or cannot do. We understand to some extent what the data is, as long as the data dictionaries are up to date. 那么这一张图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现在很多企业里头都会存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只有像我们这样子学习数据科学或者是学习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同学，会明白会理解这个数据分析的意义，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或者是数据分析的这个可靠性，而企业的领导层并不会。
And you get the problem with new technologies like analytics and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where a senior management group sit around the table and says, we've got a problem, and then here the newest thing is analytics, so they say, let's solve this problem by using the big data that none of us actually know about.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but we've got to use big data analytics. 企业里头往往会有这样一群管理者，会遇到企业，会在企业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会说，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让我们来运用大数据，运用数据科学这样子的一个手段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吧。但实际上呢，这些管理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数据的可靠性，或者是数据分析方法的可靠性。 So we all have a responsibility, if we're working in this field, to try to educate management about what data means, what quality means, the fact that most sets of data aren't perfect, they are biased, they only have part of the totality of data. It's got a small amount of it. 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有责任需要在我们未来进入工作岗位之后去影响我们的企业的决策层，或者是教育我们企业的决策层，告诉他们数据科学或者是大数据，它永远都会存在数据源的误差，或者是数据分析手段的这个误差，以及数据采集的这个偏见。 会这些因素都会引起我们最终结论的准确性。 Now this is more interesting, it's closer to analytics. The story says, at the bottom, the customer says, espresso, but I ordered a cappuccino. Now humans understand a cappuccino and an espresso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那么这张图可能更与我们生活相关一些，它是这个数据分析，这个分析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误解，就是这张图是说一个客人他明明点了一杏咖啡，那么这个机器人餐厅的这个机器人服务员呢，却给这个客人上了一杏意大利浓缩咖啡。 那么客人说，哎，我明明点的是一杯卡布奇诺呀，但是这个机器人服务员说道，哎，别担心，从我们数据分析的角度上来讲，一杯卡布奇诺和一个这个意大利浓缩咖啡的差异非常非常的小，它们几乎是同一个东西。But you see,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oftware has used some form of clustering to separate out coffee and tea and croissants. Using words to vet 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product. And so unfortunately, the robot says, yes, don't worry, the cosine distance between espresso and cappuccino, that's that bit, is so small that they're almost the same thing. 那么这个简单的这个词汇处理系统，也就是这个机器人服务员呢，它会把不同种类的词语，归纳成不同的集群，比如说卡布奇诺和意大利浓缩咖啡归纳到了咖啡这个集群，然后茶叶归纳到茶叶这个集群，牛角面包归纳到牛角面包这个集群。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简易的这个语言处理装置呢？ 它的这个处理方式就会认为卡布奇诺和意大利浓缩咖啡基本上是同一个东西。 And it turns out that clustering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part of predictive analytics technologies. And what this is amusing, in other circumstances, it can be very dangerous. If it gets confused like that, clustering on drugs, it's going to kill people. So we have to start understanding how to develop clustering in ways that will actually be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like human thinking, which i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espresso and cappuccino, and all the other things like lattes and. 对于数据的归纳和这个集群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处理的手段。那么在这个小的例子里头呢，这个机器人只是弄错了意大利浓缩咖啡和卡布奇诺。但是如果这个错误发生在医疗领域，如果一个机器人在处理医药的时候，把一个处方药或者是一个病的病症 And so a lot of research, I think, is needed in this area. We also have problems with image recognition in a whole range of areas, as I kind of pointed out at the very beginning. The top one was a military example from North America, I believe, where they were trying to teach an AI,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friendly and enemy tanks. 那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这个图片识别系统。那么美国的军方呢，曾经试图做一个试验，希望通过图片识别系统来识别己方和敌方的坦克。 And they did the usual proper training, and it passed the training and it passed the testing. And then they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that it hadn't learned anything about tanks. It only knew about how to distinguish the background, the desert, and the forest, and it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anks. 那么最后这个图片采集系统也顺利的通过了测试，正确的辨识出了哪一个是美国的坦克，哪一个是敌方的坦克。但是最后呢，在无意间研究人员发现，原来这个图片采集系统并不知道什么是坦克，也完全无法识别坦克。那么他们能识别的仅仅是这个图片的背景，也就是美国的坦克，它的背景是绿色的。那么敌方的坦克，它的背景是沙漠。那仅仅是在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区分。 This is embarrassing if you want to shoot tanks. You get the wrong one. 那么这个在军事里面就非常的令人尴尬。The second one at the bottom is actually, in some respects, just as serious. There is a standard training set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hotos of faces. And one lady in America, a PhD student, wanted to, just for fun, in her home, teach her computer to recognize her face. And so she used one of these trained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s. 那么这个下面是一个人脸识别系统。那么大家知道，就市面上的人脸识别装置呢，都是通过测试，他们也是采集了成千上万个不同的人脸，进行了这种学习人工智能的学习的。那么有一个这样的 PhD 的学生，希望他想通过自己的一个试验，自己的一个训练，让自己家里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能够识别他自己的脸。 It turned out that that particular neural network couldn't even see her face. Her face was too dark. 那么结果呢？他尝试了用了非常多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都无法识别他的脸。原因是他的脸，他的肤色比较黑。 It turns out that thos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hotos of faces. Only about 1% of the photos are dark black female faces. 75% of them are white Caucasian male faces. 那么
结果呢就发现这个人脸识别系统装置的这个学习和它的这个数据采集里头有这么多成千上万的图片和人脸里头只有不到1%的是这个肤色是这个非洲人的女性的面部，而75%以上的这个面部图片都是白人男性的面部图片。And that is an example of the problem of training AI and neural networks, biased data. 1% black female, 75% white male, with a few others in between. 那么这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训练和学习中间，它由于这个数据偏差，而产生的一个这个后果。That link there takes you to a TED talk. So maybe you can get TED talks from here, not even if you can't get on YouTube easily. But you can read the, watch the TED talk by Joy Qinhuangdao if you wanted to.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找一下这个 TED 演讲 TED 这个学术演讲，里面有一个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演讲。So this example here, and basically I'm just looking at new challenges that are becoming apparent now. And the sort of things where you would actually, if you wanted to, there are phenomenal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your skills in these areas. And then if you get out there, you can make a serious contribution. 那么后面的几张图片呢就是给大家去讲一些现在新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是社会上的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是刚才那四张图片实际是那个无人驾驶的车，就是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车，它在无人驾驶功能启用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这个也是在人工智能领域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So how can you take part in this amazing, fascinatingexciting area. 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如何能够进入这个非常这个有前景振奋人心的学科呢？ Well, if you started a BSc, then you wait or maybe try and do some electives in analytics, statistics. You go wait and enroll on a BSc in big data analytics.Maybe data science or AI and machine learning. There are lots of programs around the world. I'm sure there are many here in China as well. And we run some in Derby. 那么大家未来可以在学科里头可以选择一些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这个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等相关的本科或者是硕士进行进一步的深造。Or, well, the other thing you need to do.And remember what I said about numbers are not just numbers, they're numbers about the real world. Go and get some work experience where you can see how the real world business or everything else works to connect your numbers and data to the real world. And so you can go on internships. You can work with people like Baidu, like Tencent, WeChat, Microsoft China, IBM China, SAS, all of these companies will give you experience in how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And I think most of us, at the bottom of our heart, we would lik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omehow. And here's one way that you all could do it. And you could all start doing it by the time befor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BSc degree. Because you could be involved in research like my students are, who are working on stuff that has never been published, ever. They're making their own names. They're making a difference. 那么另外呢，除了
除了学习以外，我们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取得相关的工作经验，因为刚才给大家讲到数据不仅仅是数字，而是跟各行各业相关的真实的一些行为和一些真实的这个数据。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未来在本科阶段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参加工作经验、实习的机会，比如说腾讯啊、百度啊、微软啊等等。 去了解各行各业的真实的这个数据的需求和数据的一个现状，那么大家未来就会在这个领域对这个领域进行贡献，做出贡献以及进行推动。那么大家不仅仅是可以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如果大家未来有兴趣道德比大学来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大学的教授和导师在这个行业进行前所未有的研究。 So just one last thing. I guess there's what, about 300, 350, 400 of you here. I don't think I have noticed one of you fall asleep. Thank you for that. I thank you very deeply that you have stayed awake and listened to Ulla and me.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今天发现在座的300到400个同学居然没有一个人睡着了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两位都要去赶火车，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接下来跟大家互动或者是交流。我想建议大家有手机和微信的同学打开微信公共号，搜索德比大学或者是Derby Uni D E R B Y U N I Derby Uni 就能搜索到我们学校的公共微信号。那么我们前面有。 德比大学的白色的这个学生手册，数量不是特别的多，那么也是每一位同学如果有兴趣对德比大学有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可以走到前面来自取一份，好不好？今天特别的感谢大家，那么也是抱歉没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交流。我呢就在德比大学的本校区，我在国际办公室里头工作。如果大家未来有机会到德比大学来生活或者学习的话，你们天天都能见到我。好，谢谢大家。 李查德教授呢，以及咱们德比大学的中方几位老师，今天中午12点一刻才从沈阳赶到我们这个秦皇岛站，然后中午呢也没有休息，下午2点又给我们上课，所以说几位老师非常辛苦。刚才呢，这个李查德教授呢，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这个科普课，真正的把我们的。 国际讲堂搬到了我们李仁轩的西大国，让我们最后呢以热烈的掌声对几位老师的辛勤付出，对雷山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感谢。Thank you. 咱们同学们可以感兴趣的可以到前面领一下这个手册，其他同学呢可以有趣的退场，好吧？有什么可以想了解德比大学的，想咨询各位老师的，都可以到前面来跟大家跟各位老师做一个交流。